吴雅，你有参加过圆明粥吗？我是大一新鲜人，当然没有参加过咯。嗯，我们的社员有能力办好这次的圆明粥吗？一路上被拒绝了无数次。如果你有一个人，我们也愿意做这件事情。圆明粥是圆明社团的大事，要准备吃的、玩的，还有音乐会，马高太神奇，好意外的很搭配。想要参加的朋友们，记得笔记起来。4月19日，星期二晚上9点，同学我就问。